曾因盗窃罪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。他不会技术开锁，常用翻墙、溜门、破坏防盗网方式入室盗窃。他经常选取有过喜事的人家为作案目标。在大量的证据面前，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了其盗窃的犯罪事实及赃款藏匿之处。最后，我们连夜赶往荆州，将赃款全部追回。